因为太阳很大，因为外面很热，所以今天就不出门了。Valkyrie System 启动，重装小兔19C Upgrade。你挺特别的。今天的工作都完成了。这周的工作都完成。你挺特别的，有想过以后要从事什么职业吗？Thank you.
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
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给你们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骑士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给你们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给你们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这里有没见过的颜色？
很好看。颜色留在这里了呢。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骑士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给你们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
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给你们点颜色。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
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
不太对。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
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
这里有没见过的。小白鼠，这我们一起来做些有趣的事情吧。この星空の下では色なんて何の意味もないの。見なさい、夜空も星も全部私に食べられちゃうのよ。あなたたちもね。的世界很美，希望你能喜欢。
行こう、ナイトさん。ああ、我が姫。きっと空の色を見つけられる。みんなと一緒なら。こうして世界に新たな空を描くために、画家とその仲間たちは再び旅に出た。それからあら、この子、また絵を描きながら眠っちゃったの？
可愛らしいわね。どんな夢を見てるのかしら、気になるわ。感觉有了些新的，你的颜色很好看，嗯，喜欢。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
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先生说的对，还不到认输的时候。给你们点颜色，好像不太对。因为太阳很大，所以今天就不出门了。天空，云朵，蓝色的，白色的。
丽莎签订契约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因为问今天的工作都完成了，没什么事就早点回家吧。发现敌方单位。Hacker's line. Great. 啊，小心点！守不住。你自由奔跑，可以反反开。是难缠的。抓紧我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在做什么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快，另一只手也抓住我。不，不要，快照我说。不管有什么事，我好不容易才让你恢复，这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明白的话。那场灾难，我的人生从那天开始，不知何时起，因为我知道有提安娜。
相当于有一百个人的力量了。一百个人的力量，我又不是什么超人。不，只要牙医在我身边，就已经感觉获得百倍的力量了。真是只有皮安娜才会说出的话呢。在的我还能给你力量吗？提安娜，你不是还想成为 A 级女武神吗？如果这次考试没有通过，你就要从 B 级降成 D 级庶务女武神了。如果成为 D 级女武神，就只能负责支援和后勤工作，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上战场了。后勤？比如小卖部？我不要。那就跟我去训练场，今天也不能休息。牙医，不要揪耳朵可以吗？我总是天真的以为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可转眼间那个一直围在我身边的你已经飞向了我无法触及的远方。你们想要夺回这具身体，想要拯救这个女孩吗？既然如此，就让我用她的身体，她的双手，把你们一个一个的杀死吧。我要你们扭曲的面容，残破的肢体，成为她眼中最后的景象。亲人、朋友、幸福、梦想、未来、希望，他不该拥有，不配拥有，不将拥有。是我太弱小，是我没能保护你，是我把你推向了现在的命运。牙医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带你回去，
回修伯利安。我不能回去，雅姨，很抱歉，我不能让你们冒这个险。天哪，我知道你还是那个会笑，即使经历了这么，即使为了同伴提安娜，但是也许我们贝纳勒斯，发生了什么？提安娜在哪里？何？これ。空间变化了。这里是不能在这里倒下。暴力！
终于结束了。贝纳勒斯，没事吧？必须得快点找到提安娜。什么？身体动不了了？爱哭鬼，好久不见，你变了许多呀。这是你第一次，主，你不再害怕了吗？继续向前，你会告别现在的一切，你会承受质疑和非议，你会永远离开的。你再也不能回到他的，踏出这一步，你去吧，用你的双手将我埋葬，把我的愤怒，我的悲鸣，我的消逝，去向整个世界，去成为真正的雷之律者吧。再见了，雷蒂亚伊。目覚めてから彼女はずっと飛んでいた。ベナレス、崩壊獣、怪物、地上の人々はそう叫んで逃げ回る。それらの声は届かない。彼女の心にあるのはただ一つのざわめきだけ。女王のために戦い、自分をベラと呼んだ女王を守るために、彼女は雪原を越え、山々を越え、星の海を越え、属性を、最後彼女は落ちて二度と飛べなくなった。思い出を守って死んだ竜、その心にはある声だけが残っている。女王様、もう一度名前を呼んでください。
今天的工作都完成了，没什么事就早点。